你要做奶茶？为什么你要蹲着嘞？我在弄东西。哦，我想说为什么你要蹲着？那我要买奶茶。弄冰块的，都是垃圾。阿公公不错，杯子在旁边，杯子在旁边。你干这样，你干这样，这样拿一个，那么这样也拿一个，然后倒进去。